这边房间为什么看起来比较破旧啊？记忆删除列表。0426，这要记吗？休息室不能烤面包。杂粮面包舒适生活。0426要记一下吧。0426，嗯。The passcode is 0426. Find room B426 and run the program on the computer. 好，我的嘛。哎，我已经等级三了，哎。这一看就是，他要我直接接触 SCP 哎、欸，我会不会死啊？门禁卡登入，三级。杰森，28岁，绰号烟囱。这个第几个人看起来很正常啊？烟鬼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啊？先睡觉、啊。先上厕所抽烟哦。我可以看到我旁边有室友哎、欸。哦，他藏起来的啦，烟鬼。这些低级人在，有很多是囚犯，怎么被抓来这边关的？然后时间到了，就把他们放出去接触 SCP， 所以这些人有点像是等死状态啊。好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！真他妈该死！好多人哦！啊！人疯了！哇塞，这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准备什么东西？检查有没有带危险物品？检查出一堆烟。这个小萤幕上面是我的屁眼图吗？啊，要进去最底层房间。基金会里面全他妈怪胎。这个人讲的非常的真实哎、欸。一般人眼中的大家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歌剧是那个什么翼王悲剧吧？我有个烤面包机在这边啊。
今天这个烟鬼的任务就是来这边烤面包。能烤了？那边有人可以跟我指示一下吗？他们绝对猜不到我把烟藏在哪里了，爽！屁眼！啊，爽！他去汇报中，他就只是去抽烟而已、哦。桌上的我是烤面包机，我是不锈钢做的，我是一台烤面包机。你把面包塞到我的凹槽，我就能烤出面包。他根本是被烤面包机同化了嘛？这台面包机就是你接触过的人，你就变成面包机的意识了，这样子哦。靠腰嘞！回去了之后也再也不是他了。干嘛？走啊！你竟然活着回来了！烟囱，你最好把烟都给我。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对劲，你想死吗？东西啊！这个囚犯能够感觉到别人的生命的改变、欸、他是感觉到我的气吗？我的气场，生命能量啊，一种新的生命降临在你的身上。我开始变成混沌，这是一个进化，替身使者。他不抽烟了、欸、他需要充电。因为我是一台烤面包机，哎，他变烤面包机了。这个 HCP 好危险哦！我要去哪里充电啊？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该死，没有插头。也是，别管。好，做插头中。这烤面包机的智商有多高啊？跟我原本人是一样的吗？这样子吧。蛋。然后自己就电死了。这什么白痴 SCP 啊？测试报告。烟鬼近距离观察426烤面包机大概30分钟。在提问中就是一直称呼自己是烤面包机，然后出现幻觉，想要帮自己充电，结果就把自己电死了。哇。这烤面这包机只要不去接触它基本上不会有害，但是你总是要有第一个人牺牲吧。082多罗西。他有极强的抗审讯能力和心理素质，在什么什么监狱中，让很多狱友自杀和狱警背叛。哦，这是教宗人物啊，教主啊。他已经在426烤面包机收容所5公尺处生活了很多天，然后没有明显状态。哦，是有精神免疫能力啦。啊、怎么又是他、啊？给我面包。哦哦，他得癌症了。现在要干嘛？一个脸。我马上就对警卫非常的关心，然后警卫就心软了，这样还要嘘寒问暖一下，臭阿嬤。嘴炮阿婆。
啊，这个家伙永远都是柠檬水了嘛。不理他了、啊。这个阿嬤已经跟面包机共处了很多天了、欸，他们要实验看看什么时候这个阿嬤才会变身。说柠檬水那个家伙也是接触了某某 SCP 柠檬水哦，可能吧。好远哦！之前就这样直接待在这边了，好像听到美妙声音。被面包机了吗？哎、欸、啊哇！就算有抗性的，到最后还是会变成面包机啊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嘛。哇！嗯，感觉怪怪的。他必须做些什么？要开始插电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这面包太早不够烤，他可以跑出去、欸。哎，这边没有插座了，因为上次那个人自杀被拿掉了。烤面包机的精神意识跑出来了。工作工作，面包面包，哈哈，傻小。这个 SCP 目的就是要使人混乱。谁接触我，谁就会被我精神力量侵蚀。啊，考不完了，考不完了，怎么办啊？他们录到有人一直在吃面包，我是不是越吃越肥了、啊？我的屎应该不会是自己把自己给胀死吧？烤面包机，面包放进去要弹出来烤好啊，但是都没有弹出来啊，完蛋要爆炸了、把自己噎死了。哇，近距离观察应该是说很多天之后啦，结果又开始变成烤面包机。他以为自己需要烤面包，然后就一直把面包塞进去，一直塞，然后塞到最后自己就塞死。胃里面有16公斤的面包，烤面包机看多了好像有点恐怖哎。第三个，故意杀人判处终身监禁，啊，有暴力倾向，在第几次接触烤面包机之后大喊：“我要清洗内部，然后吞入清洁剂。”这还没有死哦。我怎么在这里？他曾经
变成烤面包机过，但是又恢复了、欸。这个恢复过程是怎么恢复的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你老爸啦！笑死！ I am a toaster. 哇！ I am a toaster. 怎么好像会一直复发啊？ I am a toaster. 这怎么办？五公斤面包清洁剂海绵。来抓住我的口袋，傻小。那这样子，警卫不是也变成面包机了吗？你们仔细想。警卫怎么都不怕、啊？他的意识完全混乱中。而且我觉得最后一张蛮长的嘛，跟上一张还是分段一下好了啦，这样比较方便啦。我头快爆炸了，哎、欸，好啊，哎、欸，我不用去了。I am a toaster. I am a toaster.只有跟426接触才会感染，它不像病毒一样会一直传出去哦。就是说我传你，然后你传别人，不会这样跳。它只有跟本体接触才会这样。我不能烤面包了。哇，他要把自己杀掉。哦天哪，是面包！他把那个人头扭下来塞进去哦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他们都要处死我哎、欸！把他们全都烤了。啊，我问题是这么多人，我要从去哪里？我要把他们都打死吗？我来进来这边，哎、欸，进不去哦。角落战法，角落战法。狂哦！都没力了，撑不住了。我是一台不再优秀的小熊牌烤面包机。他要修好自己啊！完蛋，他要把自己戳死。I am a toaster. I am a toaster. 哎、欸，怎么还有放大画面啊？哇！哎、欸。这个 SCP 好恼人哦，试图引人错乱，声称自己是小熊牌烤面包机，然后拿凶器切开肚子，嗯，然后就死了，哇，嗯，必须被封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地方，也不能有人看见，以防止我的主要效应意外传播，啊？基金会确定了我对人类会产生精神危害。嗯，控制收容保护，快逃啊！没有吧？主角应该还好吧？我要维修哦，我只是看资料而已啦。面包机只会用第一人称叙述哦。Carl, next comes the final choice. 哎，这干嘛？是药丸吗？嗯，红门，他要给我吃记忆消除药啦，离开这一些怪事这样。嗯，好，我还没有徒手打死 SCP， 我当然要选蓝门呢。左边有多一段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有没有记录啊？怎么那么那个啊？这边是离开的路吗？红色有记录。哎、欸、干！啊，我靠，要出不去了。
那个女的也骗我嘛！他妈的，每个都在那边啊！这个基金会里面都是一些混蛋哎、欸啊！这边好那个，对啊，这些话我都刚有体验过嘛。Toaster。This is strange. 脑袋中响起了音乐。我叫卡尔。然后餐馆厨房发生爆炸，在床上昏迷几个月。我接触426之后，他们喂我吃记忆消除嘛，所以我以为我因为爆炸躺了几个月，其实不是。哎、欸，啊，可以重选了、啊、这边。Good job, Carl. I'm glad you made it through. 这还有这么多档案哦。Mega 5是跟什么东西作战过啊？055又是什么啊？我一直在那边记忆消除很多次了，之前一定是遇到什么任务事故，所以才需要消除嘛。比如说，你来这个设施或者是接触到任何的 SCP 之后，你就是这边的人了，他就一直给你消除，然后操纵你。然后让你永远离不开这里。055未知，无法被认知的东西，当下看到马上就会忘记。就是说有这个东西存在，但是看到我就忘记了。别人说一个无解的轮回，对不对？被指派去的人员都无法记得照片的内容，会完全忘记先前数小时的事件。所以主角就是之前有接触过，所以才变成这样子。他想不起来之前自己就是某战术小队的成员。玛丽安是逆魔音部门主管。那我就是这个超，我就是那个055特殊小队的一员啊，所以就是故事延续在这边这样子啊。新独立工作室啊，他们这个游戏才卖不到300块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做成这样子已经物超所值了。怎么可以这么的狂啊！你破关之后还能再继续重新体验他们的故事。面包机啊，然后我真心希望，不管有没有，他如果要出 DLC， 对不对？就变成有点类似补充内容，比如说一个 DLC 多少钱，然后有五个按键或者三个按键。就一阵子出一次，一阵子出一次这样子。那个游戏哦，如果真的照这样子一直出下去，包含了比如说到最后出了15、20个 SCP 档案，然后游戏变得内容非常庞大，这样。干神作 SCP 神作，目前玩到 SCP 游戏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完整的引导了，很完整的内容跟故事，这样懂吗？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好小，真的。就玩完之后，而且你还意犹未尽，想说、哦、我还想要经历更多案件，还想要经历更多有的没的。终于不用走楼梯了。如果啦 ，087 也收录在这个游戏当中，再加上他们会稍微改编吧，就应该就不会这么无聊，就不会像我们之前玩的那些哦，干，真的是他妈的走在化粪池里面。087也可以写得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另外一种表现手法。然后加一些故事在里面。那、啊、我觉得先关掉啦，没有啦。好啊，好玩啊。